日子一天一天过，能走的时间越来越少，能走的路越来越短。可是我的膝盖酸痛，腿脚无力怎么越来越严重？有谁可以帮帮我？我们常说年轻就是本钱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每老五岁，身体的骨胶质就会减少20%，过了65岁就只剩下不到50%。骨胶质一旦出现空洞，就会影响硬度和支撑度，活动力、灵活度不足，就容易僵硬卡卡。要跑、要走、要跳，就会觉得非常的困难。这个状况就是长期缺乏骨胶质、骨蛋白和骨钙质。全头鸟精华就是立即补充最好的补养圣品。他哪能丢命拖磨，他哪用丢狼精菜，美丽人生就要靠关键保养。飞陀固精本鸵鸟元宵，帮您筋骨够后哉，用家没还喽。